中国贺新民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南普洱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毕松云，很高兴携普洱黑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为您送上新年祝福。普洱黑景区位于云南省文山州秋北县境内，被誉为世经寒境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平原风光。普洱黑是当地彝族语言意为盛满泥沙的湖泊，景区以岩溶湿地、湖泊峰林、水上平原、渔家水乡、荷花世界、候鸟天堂六大景观而著称，渔矶、渔山、渔游，山因水而秀，水因山而媚。值此新年之际，我代表普洱黑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全体同仁，祝大家平安健康、幸福吉祥。世界喀斯特，中国普洱黑，欢迎您